大家好，我收集了一些在多伦多必去的咖啡店还有餐厅，想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从咖啡店开始。Gold Star Coffee is my favorite. Well, it's one of my favorite. 但是在那个Yorkville，他们的豆子是自己烘的，咖啡豆是偏苦。虽然平常我不怎么喜欢喝苦味的咖啡，但他们家的我可以哦。哦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的一个调味咖啡，叫做 Hava the Tea，是由葵花籽打的，偏甜，但很好喝。第二间我要介绍的咖啡店叫做 Neo Cafe，是在 George Brown College 附近。嗯，听说好像是一个日本的连锁咖啡店，他们的蛋糕卷很好吃，还有像 muffin 啊、croissant 都很推，但是咖啡好喝，但没有 Gold Star 那么惊人。嗯，但气氛很好，是一个可以约会的小地方。还有一家意式的 bakery 也很推大家去，叫做 Fono， 在 King West 上面。它的甜点很精致，很好吃，可是单价有点高。再来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间美式德州的 Addison Barbecue， 这间的 ribs 做得很好吃哦， ribs 很嫩，虽然是瘦肉的，还是非常的多汁。喂，再来要介绍的是一间 pizza 店，叫 North Brooklyn Pizza。就像它名字说的一样，它本来是从 Brooklyn 来的，所以在多伦多能吃到真的很开心耶。它的皮是比较薄的，大家一定要去试试看。好了，我们再回到亚洲区 ，Pacific Mall 里面有一间黄山记粥品。每次去都大排长龙，必吃的当然就是它的港式萝卜糕，还有肠粉。好，又是一家日式的，但是这个日式餐厅叫 Michi Cafe， 他们有卖生鱼冬饭，还有小火锅、咖喱和一些比较家常的日式料理。但我为什么要推这间的原因是，他们甜点超好吃。吃的，就是每次都不一样。我最喜欢的是它的 meringue cake， 就是是很绵密的海绵蛋糕，夹着鲜奶油、草莓加蛋白糖霜。我的天，超好吃的！黑森林也很好吃，因为是用蒸的樱桃当内馅，还有 creme brulee 也很好吃，还有反正甜点，我觉得没有一个是雷耶。好了，各位。这就是我2017年想推荐给大家的餐厅。好，那我以后会更努力去发掘更多好吃的餐厅分享给大家，敬请期待。我也很期待。拜拜，下次见。